老师，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有盛装打扮，请问是在准备什么惊喜呢？是可以说的吗？这个东西吧，要说它名呢，它好像也不是特别轻易这么说得出来。然后说不能呢，确实也没有规定，就是说，什么都不能说。但是呢，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是吧？就是。现在一共是几个垫子？两个吗？对，就是有两个垫子在这儿。三个。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垫子在这儿呢？还刚刚有人还说是三个呢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有。看吧。王老师，那有 solo 节目吗？有没有吧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呢，有其实。没有的话，就是争取让这个企业还有这个东西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觉得有没有，其实那都是就没什么了。我觉得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要要好好的去练。所以呢，到底有还是没有呢？还是没有呢？听说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新鲜的分组表演，都有哪些呀？分组表演，首先这个分组表演啊，它肯定是要分组的。再其次，这个分组表演啊，它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表演的形式。我们再回头来说呢，这个分组表演，我觉得这个分组表演我们可以呈现很好，并且新鲜多起来吧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新鲜的。我们不能说就是新鲜的小分组。对，我们一定要说一句说，今天我是新鲜的，今天他也是新鲜的，都是新鲜的。他可能他今天跟我一组，或者明天那个人又跟我一组，他又跟我一组，然后其他人又跟我一组，什么都是新鲜的，好吧？谁无所谓。好，关于我跟谁一组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些什么？既然七个人聚在一起了，那肯定是有一些团经典节目的吧？什么团啊？什么节目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对了，我吃饭去了，再见。七个人管话题，那是时代上一个。那么什么节目呢？当然经典的节目呢，也是大家能知道的、能知晓的节目。有可能还有新的。那像我们团聚在一起呢，当然要表演节目。那粉丝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呢？就去告诉我。哎，强哥，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时长大概会有多久？啊，时长有多久啊？知道吧？时间是，就是我们想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会很关心，就是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，又或者说我们拥有多少时间。我一直所理解的，我觉得是珍贵的时间，它是无价的，不在乎它有多少，不管根本不会在乎，哪怕在开心的时候，哪怕你是开心一秒的时候，你也是觉得不是满足的。然后在看到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，哪怕你只是看了它一眼，你也会觉得哇，我好开心，哇，我真的很厉害，这个东西很厉害，对吧？所以说。所以说就是时长是多久呢？这个问题吧，取决于来说就是，大家的一个心情，就是什么心情呢？就是你得开心，你开心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时间就会过得很短。也想听一下大家给我们的反馈，到底它的时长是多久呢？张哥，听说你这次你们在录的内容蛮特别的，可以透露一下吗？蛮特别的。
我觉得吧，确实挺特别的。你说它特别在哪儿呢？这个高晓丹确实挺特别的，然后你问的问题也挺特别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有多特别吧，但是它比你特别，也比我特别，但是也没你特别，也没我特别。对，最特别呢，特别就在于它真的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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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然后这个特别呢，真是特别的，让我感觉到特别。然后就是，我现在真的忘了你的问题有多特别，但是我只能回忆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有多特别，但是回忆呢也回忆不起来到底有多特别，所以说这个问题再特别呢，它也不能成为我心中最特别的特别。来，丁哥，那我们今天录的这个节目什么时候上线呢？什么时候上线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首先我们这个东西肯定会要非常快的上线，因为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上线呢，这个问题非常特别好。这个问题呢，哎，我录个东西啊，我回答一个问题，等一下啊。这个问题会有上线呢，比如说问刚才那位同学，因为他是负责人，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剪完呢，他就会马上上线的。具体什么时候上线呢？是个好问题，所以这个好问题留着之后再回答吧，上了线之后再说吧。